OK， 大家下午好啊，我是李伟昌，是民兴党莲花苑州议员啊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带大家来到太子园伟食街来享受这边的美食。很多人都在问，到底太子园有什么东西好吃啊？来一次伟食街你就知道，有什么好吃了哈。所以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四个档口，有这个烧腊店呐、啊，有这个糖水店呐、啊，有杂饭店呐、啊，有这个鸭煲啊，鸭煲鸡饭啊。所以等一下大家看看啊，以后都可以选择来这里，烧肉啦，叉烧啦，烧鸭啦 ，OK 啊，一样斩啲啦，啊，有咩炖汤啊？炖汤啊，炖汤有粥、猪肚、猪脑。A B C 花生苦瓜咸菜黑豆，我要呢个老黄瓜，老黄瓜啊 ，OK。喂，徐哥，你哋呢度系几多年开始喺度营业噶？我哋呢条伟食街咧系差唔多系1990几年咁时候已经开始，即系差唔多成30几年咗。啊，又话围起嚟30几年咧。首先是只是幾檔啫，冇成條街嘅。哦。啊，尾正慢慢發展到啊，成條街都係維食街啊，所以檔口越嚟越多。哦。所以我聽人哋講咧，話你呢度嘅嗰啲燒鴨啊、燒肉啊、叉燒就好啊、燒雞都好咧，係特別香喎，有咩秘訣喎？呢、這個秘訣咧係主要我哋用入邊醃嗰啲雞鴨嗰啲料咯。哦。啊，因為我哋係另外有特製嗰啲鹽啊，懷佢哋叫懷鹽啦，但係懷鹽又分好多種咯。我哋有另外放啲配方落去，咁我哋用嚟醃呢啲雞鴨啊，整嚟燒嘅。另有就係我哋係用火炭嚟燒嘅。用火炭啦、啊。火炭所以就叫海城炭燒燒臘飯店咯。啊，因為火炭燒咧係有一種香味。啊，而且又比較有幫嗰啲。用 gas 嚟燒嘅比較咧 ，gas 佢哋驚有毒素啊，有啲係咁樣講啦。我就冇研究啦。不過所以我30几年嚟都係用緊火炭嚟燒。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，過來海城這邊啊，試一試海城的這個炭燒燒臘啊，炭燒燒臘啊，啊嚟試一試啦。啊，多謝大家。OK，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太子園衞食街哦，這個強記鴨煲雞飯哦。这个是老字号了，25年的老字号。它这边有鸭煲鸡饭之余呢，它也是有这个炖汤，还有这个油菜啦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试一下啊，强记的这个鸭煲鸡饭啊。所以大家记得过来帮衬啊，炭就香啲咯，炭就香啲咯，系。哦，哇，老靓，哇，几靓啊，真系。誒呢煲預咗俾你嘅，好靚， okay. 多謝強哥。OK， 哇！呢個係蓮藕湯喎，係有兩杯嘅，嚟快啲飲啊！飲都唔曬，一路當多路，飲下去先。OK， 刚才我们吃完了这个强记鸭煲鸡饭了之后哦，现在我们来到太子园伟食街的另一个角落，它是我们新日子糖水啊，新日子糖水也是老字号，它已经营业了，在这里营业了29年，它出名的是那个羊鸡翼啦，还有那个咸蛋酥啦，还有它的那个沙田鸡哦，这三个东西来到这边一定要尝试了哦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它也有那个鱼粉啦。还有猪肉云粉咯，哈。所以刚刚我们在那个糖水铺嗰度系咪食晒咗之后咧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香城饭菜啊，菜饭之家，香城饭菜之家啊。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太子园伟食街里面呢，啊，香城是其中一间卖杂饭很出名的，很多菜式可以选择的一个饭档。好，等下我们进去里面，我们看看它的菜式有多少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走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太子园伟食街的这个香城菜饭之家啊，所以这边已经有超过16年了哦，16年，然后每一天有超过80种不同的菜式啊，供我们的居民选择，所以这边都很多人知道的哦，只是看他们的菜式，还有看他们的那些桌子椅子哦，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一天有多少人来这边吃饭啊。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，看一下他们的这一个菜式。非常好吃，所以来自雪州的
或者是其他州属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要找美食，记得来我们太子爷美食街这边，一定可以找到你要的好食物。谢谢你们。